这个线好难买，金属光泽哎，一般的，对，好可爱哦！我跟你讲，这个是他们的海洋线，是2024年9月才出的，我又东看看西看看，哇，又看到了，哇，无法抗拒，哇，粉粉的粉红色，哎，它那边还有天蓝色，还有什么色，我很想全部都买。欢迎光临今天的女人我最大。 听这个题目太不公平了，你又你花钱买快乐吗？我来录女大就很快乐。说女人花钱买快乐不公平，嗯，每一个人都可以，你只要就是心情不好，对不对？那我们干嘛心情不好？一天有24小时，我们每一个人心情不好都不是因为自己，对，你有没有发现都是被周遭的人，都是被别人弄的，嗯。 对，比如说是，你就是被我弄的嘛，明显。哎，对。那我干嘛一整集都心情不好，我就去花钱买快乐。啊，老师你呢？崔焕老师，欢迎你，好久不见。你呢？你会为了什么去花钱？我也会冲动，比如说真的是到国外选品店，还有一些我喜欢的店。既然已经到了，只要气氛很好的店，然后它的服务或什么，我就会。 因为我们既然已经到了那个城市啊，那个又是宅地的品牌，我们也是排一下队啊，对不对？进去就算买不到，我们也看一下，参与一下。你还要排队啊？我记得你都不用排队。是啦，真的很过分，谦虚了，他比较谦虚啊。对对对，排队也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啊。小波老师，您都花钱买健康食品不算，买保养品不算。我其实刚刚在那个。 就开路前，我就已经开始在选购。每次孙华老师来，我第一个就是先真的，对，老师都会带很特别的东西。好，那我们来看看。好了，这一项，你花钱买快乐指数有多少呢？那第一个脆品姐，脆品姐她花了20万元去买快乐。我买了什么呢？来，请。 因为我觉得我今年一定不要再连续当选牌子王。哦，对，因为我连续当选两届了嘛，所以我今年就变得很聪明。为何如此轻易放弃呢？我为何如此轻易放弃呢？我牌子王是一种荣耀，对呀，会让给别人。好，我先说，哎，我今年买的秋装，然后我现在比较喜欢的品牌是 Alice Plus Olivia， 那因此我就去预购了5套。那其中本来打算要穿的一件呢，我在我昨天要去拿的时候，我发现我当时预购的时候没试穿，所以我就说4号好了。结果我发现我要买的时候，我真的要去拿的时候，我穿4号我觉得太小了，那我要6号，它又没有那件我就忍痛就没买了，所以我就是买了其中这一件这样子的。那这一件呢，就是我觉得也符合今年的流行趋势，哪里？有一点小香风呢。 因为我很少有小香风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哎，这套是我觉得我选到比较舒服的。那呢，我一向有网购的习惯。那我在美国的那个 Saks Fifth Avenue， 他们的网上我常常买，在美国就常常买东西，所以他们常常都会寄一些新品啊，新进来什么，他们东西牌子很多很多。那这个才刚刚收到的热腾腾的包包，这是 Mario Valentino， 那所以我看到这个呢，我就觉得说，哎。 我很喜欢它的 V 字，因为我的英文姓名是 Vanessa， 所以我觉得，哎，我很喜欢这个 V 字，那我也没买过，我就觉得说，哎，感觉它又有一点点就是轻奢小香风的感觉，然后这个金属链又有一点也可以正式，像我今天穿这样也很搭，然后这个你们猜这个5万，3万，不用3万，就1000块美金有找。 哦，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哎，非常的划算。然后它这个包包这样打开来，它其实它不，它不是背包，它里面很大，就我可以一整个长夹皮夹、行动电话什么都可以放下去，粉饼壳啊、口红都可以放下去。然后我看到它的做工啊，它这个雕花缝线啊，都做工蛮好的，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蛮值得的，3万块而已，蛮值得的，真的很值得。我觉得我是，如果是翠萍姐另外一半的话，我会觉得这个快乐有花在刀口上。不要在。 他面前在讲提到另外，不是我是假如，或者是他儿子，你看，是问我有点告白的感觉。没有没有，我都想说，比如说是情侣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人花在刀口。你看，你又在跟他报告白。我这是为我自己买快乐买的，对啊，管别人怎么想。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来介绍我买的很开心的，我意料之外，我这一生中应该是我第一次买这个牌子的东西，这是我的第一双跟第二双。 然后对，哦，我先讲这一双，这我是在加州那天去逛街的时候，跟我女儿去逛街，然后我刚好穿了一个
这个颜色一模一样颜色，这个鹅黄色的一个套装，就像这样连身的套装，然后裙子这样子的。然后呢，我女儿就说啊，这跟我的洋装一样，我新买的洋装我就叫我穿。对，我就一看到这个颜色，我说真的一样，那我穿穿看好了。我本来不是那么有信心，嗯，结果一穿非常好穿。非常好穿，我出乎意料之外的，哇，我的脚趾头都不会痛。RV 是所有那个女生或者好莱坞或者所有大明星结婚的婚鞋的首选。我当时脚上是穿了一双就是普通凉鞋，嗯，但是我配那双那个套装一模一样颜色，然后那双鞋一上身之后，我女儿说，妈，你整个人像是香蕉，高级了啊，高级香蕉，整个人高级了十倍哦。对，那如果要比香蕉的话，是不是全黄？香蕉是我最爱的水果，哎，我胖又绿耶，对啊，你吃香蕉就会开心，真的很好穿，它也看不到我的外翻模，真的是真的，整个都包起来，然后呢，又整个质感就很好，嗯，这双蛮好看的，对，就是完全就是质感就不一样，最主要我喜欢它的跟。不会太高，又是粗跟，很好走，我就是平常真的都可以穿，赞哦。然后呢，我就决定说好买这双了，哎，买下去了。结果对，然后结果隔一天我穿了一套粉红色的，又看到了一双。在等他结账的时候，我又东看看西看看，进去拿尺寸的时候，我又东看看西看看，哇，又看到了这个，哇哇，无法抗拒，哇哇，粉粉的粉红色，哎，我一双粉红色的鞋都没有哦。于是，当时我就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买，而且它是又这是38.5，这双是39，所以它比我一样钱当然买最大双啊，没有可以跟着一起穿。大了半号，我真的比较大，穿袜子，所以呢，他就给我一个里面弄的鞋小半垫。对，那这双我也是一穿，它的头是头型，不得了，它的楦头也是一样，高级感又增加了。真的，对，所以我怎么穿都可以。你很适合穿这个粉色、亮色，很亮。对啊，它那边还有天蓝色，还有什么色？我很想全部包色啊，我现在已经包已经去了。哎，只要进入那个阿 V 的坑啊，他们几乎包色。就是那个方框一直出，然后呢的颜色一直出。贵妇百货有啊，对，赶快在一楼包色，都在一楼，很容易跳进这个坑，这个而且看到那个颜色，它的货哦受不了，货不多，但是对它货很新，就是都没有，它很快转，对，所以你要快哦。我现在真的是开始爱死这个牌子，还是他下次要入职，就怕他跳进去，没关系，我们赶快叫个车，先去。老师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你刚好呛死啦？如果就差那半号，你就买个大半号嘛。对啊，所以我无所谓。然后大半号可以、啊。像刚刚老师那么多那种袜子，其实你真的可以搭一个袜子，非常可爱又好看。哎，我看是没有袜子、啊。没有，你可以像我这样，像老师这样子。对，哦，超可爱。我今天穿的这双鞋跟这双可以耶。老师也是那个品牌啊。老师那双多少钱？我想要。这双是女鞋。女鞋。女鞋。老师穿几号？对，穿几号？40。哎，那我四十可以吗？对啊，你真的40，我可以啊，我穿搞笑一点的袜子就可以了。我今天全新的，你穿这一套全白才要穿这个白球。他说，因为刚才思怡他说他平常很少穿这种。休闲性，对，很好。然后我就说，老师，你赶快穿上粉红。你还是让老师这样，我怕我会把它穿坏。就是说，因为他以往都穿得很端正，对，比如说他的鞋型，我们都看出来都很端正。可是这个就很适合我。是是，知道了，知道了，老师，你对呀，你怎么不回答我们的问题？就说37,000多还是38,000多？哦，好了，讲完了。就是我今年很开心，聪明消费，令我很开心的消费，战利品，买战利品，开心，你开心就好了。好的，第二位。第二位呢？快乐指数，雨杰姐快乐指数呢是46万。哎呀，哇，有理由，有理由的，慢慢解释。有理由，有理由。我的46是可以用，也是用一辈子，一辈子。哎呦，我先介绍，从这个开始好了。拿得到吗？哦，可以。他一百八，一百七。The Row 应该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快乐姐妹花的牌子，对，它肯定是就是一定要买的 Margot。我看它很轻盈，你看这个都是皮质，是不是它其实超轻的，对，是，而且我很喜欢 Margot 是因为它很软，它也可以就比方说拿来也是这样子，也是很好看，所以
它本身我觉得它的包包里面真的很大，而且它旁边你可以打开来，就是它变成一个很大。我正要讲，我有一个朋友他养吉娃娃，养两只，他老了嘛，可以放进去。对，他有，我觉得就有一个老吉娃娃，放这个袋子好可爱哦，头灯刚好露出侧面，对，就变成可以当宠物袋用。对，这个真的是可以拿来放好多东西，高级的宠物袋，而且两天一夜也可以，就是放这个就够。那我先讲一下，因为 The Row 好像台湾比较少人知道，有选品店有选品，对，我就是在台湾买的，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说开一个名额可以去订，那我说我要12寸、10寸还是15寸还是17寸，但你也没办法背，因为你看不到。但我就想说，那我拿一个15好了，它最经典，对，折中。然后我觉得虽然它我身高不高，但是我觉得它的包包是我还可以驾驭，这也是 The Row 它的水桶包，我很喜欢，它放着都会掉，但它很软。它超软，然后它还可以把它绑起来。就是我自从就是买了 Margo， 我就有点烧到，所以我就开始想要买它的包包，因为它看不出来。对，你冷肉人就是这样，你买的东西，然后看得懂，就说哎，你懂哈，对，懂。就是我们是同一种，对，因为Margo 是2018年才开始，然后突然间就爆红，然后到现在就是真的很难买。当时我在台湾买，好像14万左右，现在有到18万，好像它因为真的很难订。你看它的价格就是不输给这些一二线的牌子，但是它却是常常人家抢不到或供不应求。然后再来，我买的第二个快乐就是这个，这个是最新的线，这好难买，金属光泽，哎，它不是一般的，对，好可爱哦。我跟你讲，这个是他们的海洋线，是2024年9月才出的。然后它是，他说它的所有的布料，它有三个颜色：蓝色、绿色跟淡粉。但因为其他我没有很喜欢蓝色，然后淡粉我很多像焦糖这种色，所以我想说我要拿绿色。他说他们的这个皮是做有一点珠光的那种，对，有一点贝壳光。哎呦，贝壳光，对，就像在海里面的，就是生物的那种它的反射，所以他们做的这个布就好好看。因为绿色一般是偏可能暖色，但这个就有一点冷色。哎，这个蛮特，对不对？所以我就买到，而且我很 lucky， 因为 Hobo 是要当地人才能订得到票，对，他不能是去日本一定要日本户籍，新加坡新加坡户籍，真的。但我很幸运，就是有一个姐姐，我一定要谢谢她，菲边姐。反正她去上海，她说：“哎，我的 sales 有 offer 我，你要不要？”然后我本来呢在日本想要买别的包，我就立马转换，就是买这个。这个色泽好特别。对，但是因为它的贝壳，所以它就比较贵，因为一般 Hobo 好像是8万左右嘛，这个要11万。但我觉得好像它的至少跟别人不一样。对，这个可以。真的很特别，这个可以。对，然后再来是我最近最开心的，我很喜欢的就是我的相机，这个超棒，卡相机。我刚以为是卞庆华买的，是不是买这个？是不是？这是所有用相机人的梦想，就是徕卡相机。对，这个是 Q3。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是因为它是35mm， 但是它可以50、90，我不知道你懂这个镜头吗？懂，就是更近，可以拉更近。比如说定焦的话，就是你不能，那手机不就放在那？那手机不就可以了？可是你录音的话，画质会变不好。对，可是真的喜欢迷上这个的话，就真的很迷。对，他真的很棒，而且然后他画质又很高，所以你录音的时候，他画质不会被缩减。可是对，拍这个是不是很好看？徕卡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抓光的颜色很漂亮，这是其实有点背光，因为这个有阳光，但是前面后面你看都还是看得很清楚，然后颜色很好看。它颜色是有点带暖色，所以徕卡就是拍完你不需要调色。你现在有手机，你帮我跟他拍一张。我们拍差别，对不对？跟你讲，差别很大哦，超级大啊！一二，好，拍好了，来一二，好。看一下跟那个手机，然后其实饱和度，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荧幕很小，所以你会觉得没什么差异。如果你把它输出成稍微大一点的字板的话，比如你把它输出成相片的话，那个差异就出来了。那你现在多少钱啊？好，我跟你讲，它22.5万是，我跟你讲，它连快门都没有。当时我买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它是这样什么？他是要另外买，这个好像3000，三千还是6000。所以你当初买这个相机的时候，他是没有付你快门。没有，这快门他是让你自己搭配，然后这个也是另买，这好像是8000。那如果不买呢？对啊，如果不买，不要买啊！如果不买，原本专业不好。但是这个是不是就感觉这就很像包包？你要买吊饰啊，要买那个啊。哦，这样我们都要买，那这样要买，然后它还要
衣服，这个是它原厂，然后它换电池以前是要拔下来，它直接开就可以直接换电池。哦，所以这个也要，我忘记是10000还是多少，就所以我当时9000。哎，我们真的没有资格用这种脸，人家这个是玩家，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在拿包包的时候，我们讲哎这个配饰多少多少，人家也是那种。对，哦，这样子都一样，都比有效。我有哦哦哦，有露出，我们露出很外行的表情，有。因为这个是35，就是所谓的 street photography， 很好看，就是你去旅游拍照什么，我觉得是很好看，所以我现在就旅游都背它，有点重，但值得。再来，下一位，再来就是来自妈妈的快乐。哎呦，哎，泽莹，泽莹姐，泽莹，泽莹，哇，也是不少哎，35万啊。还好，我今天要介绍这个牌子呢，它是韩国当地的设计师的牌子，我也有买。然后我很喜欢他们家，因为他们家其实很难找，因为他在他有一间店是在江南一个贵妇百货里面的一个小小的选品店啊，对 ，Galleria 的2楼。然后其实他就是选品店，所以他不会看到这个牌子，你要去翻你才会看到。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翻到的时候，我很就是会被他的这种街头风，然后他的衣服大部分都会有那种刷旧啊，或者是破损的，就是比较有个性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他也很喜欢做这种就是假两件哦，他就是会这样子故意这样子。这个我如果就直接放在客厅，我妈不知道就会拿去回收，拿去就把我的头发。我喜欢这一种，就是近年来的那个巴黎世家，它让你破到一个对啊，破到一个极致。那这一件再可以配上去，所以就变成在上面三件，好看哎，这样蛮好看的。然后再来这件裤子也是他们家的，也是假两件。它就是有点这样子，就是棉拼那个丹宁，然后感觉很舒服。而且他们家的东西，因为我买了第一批，然后我就回家想说，我还有几件，就是有一点，就是想要再买。我隔天去，他就说没了耶，就是它的数量还蛮少的，因为它就是当地设计师，对。然后我就每一次去韩国，我必逛。就是很推荐这个牌子，大家可以去。贵不贵？这个牌子啊，35万。它像牛仔裤大概12000左右哦，然后像 T 恤类可能就是7000-8000，其实它算是就是设计师品，设计师的中高价。我觉得韩国的东西不贵啊，而且他们的设计风格我觉得就是很适合我们穿，就是很混搭，穿什么都可以搭来搭去。好，然后再来我介绍，再来就是这个包包，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这个 size 根本就是非常的不好用，因为它真的很小。这不是一个皮夹吗？对，它是皮夹，但是它应该算是它是一个腰包，它可以穿在皮带上面，腰包。然后你也可以自己上网买那种背带，但不是这个牌子啦，就是上网买背，变成一个小费包。然后为什么我会买它？就是因为我很，就是我一直想拥有一个特殊皮的他们家的包包，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合鳄鱼，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拿起来，我就觉得我好像撑不起来，不是，就是太嚣张，就是觉得好像有沉，很像背妈妈或对，就是觉得好像我好像不适合那种。它的气质比较成熟的那种文艺，比较那个文，比较也比较适合有个性的。然后，但是我就很喜欢蜥蜴，对蜥蜴，因为蜥蜴皮感觉就没有鳄鱼皮的这么的成熟，所以我就买到它，我算很开心，算是我第一个就是特殊皮的包包。然后他们家我觉得 Herbag 算是一个非常可以就是算入门款，然后因为它其实价位我觉得算他们家还可以的，大概十，但是因为它真的也不好买，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个价钱其实算是很好入手，所以它其实不好买，你可能需要那种比如说一开店然后你就要进去问啊，不然我觉得其实它不太好买。你确定一开店进去问有就可以买？哦，有一双鞋我知道，我很常看你上米大，你很喜欢小白鞋，所以我一穿上去不得了，它上面写了我的名字。真的假的？因为我当过 sales， 我知道 sales 这种心情，对不对？对。然后那个 sales 又很用心服务你的时候，我想说他真的很缺叶子。那我就说好，那我也买这件。当时想说这短版应该会比较便宜，结果呢？多少钱？你确
定一开店进去问有就可以买哦，也不一定有。对，它很难呐、啊，因为它就是因为很好入手，但是你要买得到的人就一定带走了。我觉得是看缘分。然后因为它出了很多什么蓝呐、啊，你问新梅姐她没有办法回答，配货不用看，她根本不用。然后没有这个反应，因为它有之前出了很多颜色。好好，我有最早期我有两颗。对，就是失心疯，一个就可以换嘛，就这样、嗯。但以前都比较重，现在比较轻。对，它材质有。可是因为它是我的第一个啊，它是我，因为就是进马场的几年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最近就是他就问我说，哎，那有一个 her bag 你看一下，因为还蛮特别的，是三拼色。就是米，然后原牛皮，然后咖啡，后面还有一个那个假那个拉链带，好实用。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颜色，还就是因为我喜欢基本色，就是那种比较低调的颜色，而且很好搭，太多，就是太鲜艳的，所以我就看到它，我就觉得好好好，那我要就买到，超开心的，然后，但是我觉得我最近啊，就是我发现我最近买的东西都会偏向比较。年轻，像这种就是我可能前几年比较不会穿的，因为我前几年可能会穿那种比较日系呀、啊，然后比较公主风，然后我这一两年就很喜欢穿，就是比较年轻。服装是真的改变很多，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要年轻，是因为我的皮肤最近就是有一些小状况，然后我觉得皮肤不好，就会觉得是不是老了，所以就要靠一些。服装啊、配件，然后来就是希望你的意思是说减龄，你的意思说老了你老了才会有这些以前没有的状况跑出来吗？因为我的困扰就是会很容易很敏感，然后很容易长一粒粒的东西，然后毛孔也变比较粗大，因为我不知道以前我的皮肤超好，就是素颜你知道很骄傲不化妆的，那我朋友都说那皮肤不好就化妆啊，然后但是。一化妆，我整个一粒粒就更明显浮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就是花钱买快乐，但是希望皮肤更好，才会更好。交给专业的小布老师来处理。好的，我有一次去日本参加一个美妆活动的时候，听到一个日本的美容大师，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呢，皮肤好，你提购物袋都像名牌包，就是你的皮肤状态如果很好。你整个人的自信，你就会很有自信，然后包括你整个人看起来会很亮丽。好，然后今天我要分享这个产品呢，叫琥珀发光瓶。好，我可能要先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发光。然后因为它使用方式很简单，其实就是往脸上抹就好了。但是因为呢，它用完之后的皮肤状态会非常像你去做完医美的水飞梭，就清理毛孔里面。对对对对，它是用那个高压水跟那种真空负压，然后把我们毛孔里面的脏东西吸出来，就是毛孔会很干净，皮肤会很细腻很平整。它用完之后的功效就跟你做完水飞梭几乎是一模一样。然后运用的原理叫做三酸焕肤，三种酸。对，它有一点像果酸焕肤一样。对，但它是居家用的，里面有三种酸。第一个叫水杨酸，痘痘啊有粉刺、毛孔脏污的，我们就用水杨酸。因为水杨酸应该是现在美容市场上对闭口啊、粉刺、痘痘最好的一种酸。第二个叫琥珀酸，琥珀酸是什么呢？它最早就是在天然的琥珀里面被发现，侏罗纪公园，对对对对，侏罗纪公园里面那个琥珀，对，那一点没有蚊子，对，琥珀酸含量越高，那个琥珀颜色会越深，它的作用跟水杨酸有点像。就是一样针对粉刺啊、痘痘啊，它其实都有很好调理作用。再来第三个酸叫杜鹃花酸，它们的英文名字很接近哦。对，所以呢，大家就把它取叫杜鹃花酸，但其实它本身跟这个花一点关系都没有。杜鹃花酸很特别，它跟前面两个酸完全不一样。它第一个，它没有角质剥离的作用。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调理我们水油平衡，对，就让我们的油脂可以呢调理好，让自己的脸就会水油平衡。所以当你三种酸一起用在脸上的时候，那不是很强吗？对，老师，我想问，它的浓度其实刚好就是调到我们居家可以用，所以皮肤敏感的人也是可以使用。杜鹃花酸呢，因为它就是很温和，加上琥珀酸本身也是温和的，所以它其实敏感肌也可以用，因为我本身是敏感性肌肤。泽英也是啊，泽英超敏感的，稍微碰一下就红掉。它非常有感，就你大概用一个礼拜，你就会非常明显感觉变细。
还有就是毛孔变很干净，对，然后它其实就是用完之后让你的皮肤细腻有光泽，毛孔变干净，然后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在什么程序？精华，你就是擦完化妆水之后，对，然后就把它当成精华液来使用 ，OK， 然后因为它的质地是这样子的。有点像凝露，有点像凝露，但是其实呢，它有点介于凝露跟凝胶之间，就是它有凝胶的那种厚重感，但是它也有凝露的清爽感，所以你抹开的时候呢，其实它是有点水水的，它是水水的，它有两种用法，就是薄擦，你要全脸擦，薄薄的擦一层，你按四泵擦全脸，好，薄薄的擦一层。然后它有另外一种用法是厚敷，厚敷，就譬如说我最爱厚敷，脸颊这边，譬如说我们那个毛孔很容易粗大，可以用厚敷的方法，那你可以按压到六下，譬如说如果你是全脸都容易出油的，你当然可以全脸敷，但如果你像泽琳一样，像我一样皮肤容易敏感的，我们就是敷脸颊两侧毛孔粗大的地方就好。我告诉大家，因为我自己试过，就是你用薄涂跟厚敷，它是厚敷30分钟之后你把它擦掉，非常明显这边的毛孔会变很干净。这个不要天天做，因为毕竟它们是酸。然后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它毕竟是酸的产品，晚上用。对，只能晚上用。再来是不要天天用。第一个礼拜我们做一休二，第二个礼拜，譬如说我皮肤的耐受性已经建立好，第二个礼拜我们可以隔一做一休一，循序渐进，对，循序渐进，然后再发现皮肤都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了，我们就可以天天用，对，它按照自己的皮肤状况来。那眼睛周围呢？要避开？眼睛要避开。水飞梭其实做一次的价格大概两个礼拜就要做一次，是哦，对，因为它不是说你做一次就一劳永逸，真的，是因为你的那个油脂会一直在分泌嘛，它这一罐的价格其实大概就是你做一次水飞梭对，但是呢这一罐可以用大概2-3个月对，所以我觉得它的 CP 值还是很高的，对，因为你一瓶可以用2-3个月，就是让我们这一罐吸收完之后，其实它吸收很快啦，它真的吸收很快，不黏，对，然后肤感也非常超明显的，真的，对，你还是要保养我以为你已经很漂亮哎，对，差很多呢，小姐，对，谢谢。才轻轻薄擦半脸，泽琳的皮肤立刻变得干净又细致，不止毛孔变细，连肤质都升级了。不用再靠穿搭，素颜就有逆龄感。哦，这个包款刚才也有听到有。对，我那天买，当时在表参道，他说只有表参道有这个颜色、这个尺寸。是，我很喜欢它，有点金属，但是又可以把它弄掉的话就很简单。然后我个子比较小，还可以。然后它也没有的话，也没有 mark， 对不对？对，没有 mark。我喜欢，我最近比较喜欢这种，我喜欢软软的，然后也可以就是当手拿包。是不是很适合我？我是应该买啊！非常后悔。来，这个快乐应该是建立在阿迪哥的辛苦上面。对啊，对，哇，你看，哇，34万呢，34万呢，这样讲，怎么了？阿迪哥，我跟你讲，我的快乐就是买东西给老公。哇，误会误会 ，sorry， 这个真的，因为其实我，因为其实我今年光送给我老公应该就是这件衣服，不是啦，就蛮多钱了。但是我如果全部拿我老公的东西，太 gay 掰了。所以我就掺杂了一点点自己的东西。那我先讲这个外套哈，这个外套是你自己的，这是我自己的，对，看得出来，对，很小件，对，很明显。其实那时候9月就是我老公去高雄开演唱会表演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住在汉神，汉神饭店楼下就很好逛，超好买，对。然后想说他去排练的时候，我就去逛，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戒指。这个戒指呢不贵，不到2万块，可是它3环，它是可以分开戴的，它是可以分开戴，所以你可以就是这样，三个才3万，哇，不便宜，不到两万，然后你可以这样子戴，很好看哎，然后你也可以串在一起戴，然后我就觉得不到2万，也蛮划算的。然后因为我就看到这个之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逛逛鞋子好了，因为他有认出我来嘛，他就说那个。有一双鞋，我知道我很常看你上女大，你很喜欢小白鞋。他说我们这一次出了新的这个，他们新出款的鞋子，就我一穿上去，不得了，它上面写了我的名字，真的假的？我一看到，想说
很好看，哎，真的蛮好看的。对啊，穿上去真的很好看。然后我就想要买那个男生给我老公，但他没有男生，就我老公的 size。然后因为我带我儿子去跟我女儿，然后旁边他的同事就一直在陪我儿子玩。哎呦，飞高高转圈圈，然后整个就是，然后你知道我儿子很好动。他们就是三个雇我一个，然后让我好好专心的，就是买东西，买快乐。然后，因为我当过 sales， 我知道 sales 这种心情，对不对？对。然后那个 sales 又很用心服务你的时候，我想说他真的很缺业绩。嗯，天哪！我想说算了，我再看看好了。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又买了一件。对，我就看到这件外套，然后我觉得这件外套我还没穿过，然后这个外套呢，它很低调，我穿上去的时候它很可爱，很好看，然后它又是这样子，这样哪有低调啊？哎，算低调了，因为我看低调，因为我看不到，因为我看不到。然后我想说，哎，我跟我女儿都。我跟我女儿都长大了，对，我女儿长大，那我觉得就是她也蛮适，就是如果很适合，对，这个我答应你买。哎呦，你答应我，我答应。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也买这件好了，因为我记得大一就是十几嘛，那我想说这短版应该会比较便宜，结果呢多少钱？十七万。Good。十七万，想说算了啦，买一个快乐，因为好辛苦哦、喔。我当过 sales， 我知道。然后我想说没关系，还帮你当保姆，你也买到他们的快乐。对，我也买到他们快乐，两个都很快乐。该是你报答的时候。对，然后结果因为我买了这样子，然后鞋子大概二十几，他们那时候那个百货公司有回赠，好像快两万块。我们中午的高铁。我起床，然后退房之后，我剩30分钟，我就跑过去，因为我最近我老公自从帅了，然后瘦了，我就觉得他戴耳环很帅气。然后我那时候就逛了几家店之后，哎，我就发现最近 Gucci 他们家的耳环哦很好看，就帮他买了就是一系列的他的耳环，这不都一样吗？哦，不一样，都有一点不一样，都有一点点不一样。它有那种螺旋的、啊、全圆的、啊，然后还有这一种双击的、啊。这个完之后呢，我又觉得他最近都走性感路线，因为他边唱歌的时候都会像这样子往这边摸。那往这边摸的时候呢，要项链，所以呢，我就又帮他选了一系列的，就是项链跟手环，像这个项链跟这样子哈、哦，啊，手环也看得到，然后项链也看得到，对，就这样子。然后因为呢，男生很奇怪，戴黑戒非常的帅气。黑色的是什么材质？它应该是亚克力，它很轻，可是你看帅气感。拿麦克风的时候。好看哦，对啊，然后因为他也有白的，所以不好意思，我自己就又跟他戴一样的，就是合理啊，你们是夫妻啊。然后我就跟他约时间，就是上保姆车嘛，就一大袋，我说来给你拆盲盒，他就说你为什么买给我？我心里 OS 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买，因为我现在就知道买了20几万，这个对。然后他就很开心拆，然后因为最近就是我一直很想要买这个牌子的信封包，然后一直都没买到。那之前我请那个李薇薇，她去日本的时候，她有真的去帮我排2天，她都没排到。哇！然后我只好请代购在韩国买这个包包，我老公说很废。因为它就是能装什么，我跟你讲，它可以装20万，应该可以。现金二十万，因为它有3层，1层，然后里面这个可以像，因为它也可以弄的一个厚度啦，然后还有一个拉链，然后后面又有1层，然后又有一个可以塞卡的，然后它后面又有一个，然后我买到这个包的时候，我蛮开心，它蛮多颜色，虽然没有这么特别的颜色，但我买到我非常经典颜色，对，我讲完了，谢谢。老师来喽，中华老师，我们应该要买什么更开心？今天我带到现场的很多的包都是现货，或者是新的颜色，或者是 sales 他特别推荐款，也就是说在台湾呢就是卖得很好。
然后大家啊蛮抢着要的。然后这以上的这个快乐，我就一一的介绍给大家。上一季是出的是一个耳机包，对不对？就挂在耳朵的。现在这一次出了这个哑铃包，超搭我今天的那个。对，你以为我会？你以为我会输你吗？对，老师来快，你最厉害，你是左手右手补，我就还珠格格给你了。先来看我们这个左上角这个，大家看到这个上面写的 Bowman 这个就应该知道、这一款的这个呢是秀场的包款，全台湾就近两个。然后它做的就是一个箱型的，就是从那个行李箱的这个概念而来的、另外在这一款呢也是这个新到的这个颜色，那这两个都是算是在电商里面是非常热卖的款。再来呢，我们就再来往下看这个就是我们在几次的这个顶级之夜有特别介绍，就 Tarts 的集团。团的这个牌子啊，他子都知道说他是以豆豆鞋为主哦。那然后为什么今天这个 sales 特别的推荐，就是他们的柜子特别推荐的，在我这边的有这一双。然后这副颜色很多人就想说啊，我配的会不会很老气，或者说我撑不起？其实我觉得这个颜色才是真的很经典。比如说给大家配上。你看，像有一种这种渐层刷旧紫色的这个袜子，你看起来是不是很时髦？好，然后再来呢，就回到就是说，大家在想这个踏子集团以外呢，除了做鞋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包款。那这个包款呢，也在上一集顶级之夜的时候呢，受到了大家的瞩目，一直在问。重点是你说可以放四瓶红酒，对不对？我妈妈就说：“哎，我要就有对就有贵妇说：哎，我要那个新梅姐那个四瓶红酒。”四瓶红酒包，然后当时回想是四瓶红酒，不能乱讲，就马上回看，你那是郁金香包，对 ABA 的系列。再来呢，就是踏子的集团，它其实底下还有两个牌子，大家可能都不是很清楚哦。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其中的一个牌子就是我今天穿的鞋子，还有那个刚才那个翠萍介绍的，就是 RV 的这个牌子 ，RV 的 Roger Vivier 的这个牌子啊、那我跟他讲说，这个包的它的工艺的做法也跟一般的比较不一样啊、你看到它没有任何的一针一线的在旁边，那它的做法呢，你看到在很多。抓折，这里面细数总共有八道抓折，然后呢，它都是像做衣服的抓折，做高定成衣的抓折的方式去做的。然后成小笼包，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你太肤浅。哎，那个你说我们的小笼包多贵啊？你说那个多难啊？要练多久开始是抓到折，对不对？鼎泰丰好，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样做。好，利用我们这个方扣这里面去做一个抓折，然后它里面呢，它配的是很。难得见的是黑链、一般都是金的、银的，很少会配黑链子啊、我觉得这是很有个性，也很好看的。好，再往下，这个也是最近我刚看到一堆人大家在疯的、这一款呢，我觉得它有没有像那个刚起床、刚睡醒的凯莉？有哎，对，慵懒的凯莉。反正这一咖呢，一推出以后红得不得了 ，Rodeo 就大家几乎都在抢。是原因就是它有这种松弛感，然后呢这种很随性，好像你用了很久的包包，然后它的空间也非常大，像这里的空间，所以你可以随便塞。然后呢，这个包款呢就像刚才的莱卡相机一样，它也出了很多的配件，你可以挂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这些配件都在这里面。再来看到这个是Loewe的这个牌子的鞋子，玛丽珍鞋在这一季呢也非常的受到瞩目哦。那Loewe就很有趣的，在这个鞋楦上面是会有一些很特别。目前这个鞋子也是在电上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它有黑色跟绿色，然后看它的鞋跟，就是Loewe会出这种很可爱俏丽的。然后这个包款刚才也有听到，对，我差一点买，当时在表参道，他说只有表参道有这个颜色、这个尺寸。是，现在在台北也有。很难说他是骗你的，那时候对，会没有不一定，因为我现在拿到的这些都是sample， 所以有可能他们先卖，就像你有可能讲，对，有他们先拿，对，当时只有表参道，对，当时我很喜欢是因为Loewe。因为它是我很喜欢它有点金属，但是又可以把它弄掉的话就很简单。然后我个子比较小，还可以。然后它也没有 mark， 对不对？对，没有 mark。我喜欢，我最近比较喜欢这种，我喜欢软软的，然后也可以就是当手拿包，是很适合我。我是不是应该买啊？非常后悔耶，颜色也好美，热成交，真的我也觉得。你们都好快乐，好看好。
我们很容易快乐，真的应该这么说。好，然后再简单，然后再回到就是呢，这个品牌呢，我们大家看到 Celine 这品牌，它即将要更换了新的设计师，大家看到凯旋包这个马克的凯旋包，那他要离开的之际呢，这个包款不晓得下一季会不会再延续，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了。所以呢，就开始很多人开始会收藏的啊、然后呢，再来这就是Lisa 杯的 Breaking Lisa 杯，它比较大的，然后现在这个是比较 小款。好，然后这个。好可爱，好可爱呀、啊！对，上面对，我们新梅姐的鞋好可爱，真的吗？对，好，你可以试着。好，然后回到呢，接下来小布老师，我最喜欢法国，一定有对，我刚才在试的时候呢，一堆人已经在试了。这个、法国的啊，大家去的。第一次去法国一定都想要买这个牌子哦 ，Longchamp 的这个牌子哦。然后他记不记得上一季是出的是一个耳机包，对不对？就挂在耳朵的，他一样就把这小耳机包。现在这一次出了这个哑铃包，然后呢，然后很受大家的欢迎，老师你很喜欢是不是？好好哦、对，要唱歌哦，而且超搭我今天的那个。对，你以为我会，你以为我会输你吗？好好看、啊、对，老师来快。你最厉害，你是左手右手鼓，我就还珠格格给你了，好可爱。放，很简单，就是粉饼嘛，小东西啊、哦，在这里面。我是觉得 Longchamp 这几季有推出一个 Z 世代很喜欢的一些包款哦。接下来是选品店，这个呢，刚才也有一堆人很喜欢，这个也很好看，对不对？小贝壳，你跟你老师，给什么？是企鹅色，刚才有人雀蛤啦，刚才有人跟我讲说，哎，我要拿蛋菜，都是对，人家这是母贝包，这也是很厉害的纽约的设计师所设计的哦，所以的一个包款，这个也是很适合大家做一个搭配，好好。再来这个包呢，就是刚才讲说有一个小贝包嘛。好像风琴哦，对，这里面其实你放的是有很多卡片。其实说实话，现在根本不用带一堆现金了。哦，我们带这个卡，你就可以直接的出门，而且它的配色啊，它可以当项链用，对，它可以当项链用，所以你大家可以去做选择。好，然后我们再方便，再来我们再快到这个牌子阿拉亚。新妹姐一定知道，哇，她的衣服那就在一定要雕像国外的 Coco Cosmo 这样的牌子里面都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哇，这个低鞋跟的芭蕾舞鞋，低鞋跟的芭蕾舞，对，芭蕾舞鞋。然后呢，然后她做一个网状的，这个呢很适合怎么样？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很美丽的美甲。对，美甲呢，你可以在这里，脚很漂亮，对，就美甲就可以露出来，在这里面，好，对，然后当然你也可以用很漂亮的，像我们的这些的袜子啊，哦，对，利用这样的袜子，哦，就做搭配，你看就很中性，很个性啊。或者是红色去搭配就很抢眼，上面有这样的纹路，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还很亲民，哎呦，很非常的亲民，你知道这价格好像才多少钱？不到30,000，你看还附一个盒子，鞋子的盒子，鞋盒还附一个鞋盒，然后呢，你就可以选购这一双，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包款。如果大家有买阿莱亚的这个包款呢，之前它是有一颗星，对，有一颗星嘛，小星嘛，对，你记得，你真的是那个。Celine Shop 的爱，然后呢，它这次推出就像半颗星，然后呢，像这样的色泽，然后我喜欢它的这一项这样的一个瞳孔，对，这个也是好。然后大家可能以为它是小众牌子哦，Carol 这个牌子，但它其实已经有70年了，哇，它是专门做玛丽珍鞋跟这个芭蕾舞鞋，哇，为起家的，所以有很多牌子就是说你可能都不知道，它还默默的还在。在这部分它可能变成小众，其实它在当时是很厉害的。然后当然这蛙鞋就是它的主业，然后你可以这一样是可以做交叉的的部分，它也有3道的啊，然后跟更高一点，在里面都可以去选择。好，然后呢，接下来这一颗呢就是 Lisa 背的包款，那它背的比较大，那我今天拿的都是比较小的尺寸给大家看，因为否则大家看到的通常都是好像一个尺寸。那铆钉在这一季呢也是非常的受到欢迎，突然之间各品牌几乎都有出铆钉哦，像这里这个就是
平价款的，快时尚的 Zara 里面它也出了。那 Zara 最近的质感也做得非常好，几乎都算是已经高级时尚了。所以它的这个鞋款也有这样的铆钉。那当然，这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我们做一些落差，比如说高端的品牌再跟一些平价鞋子做一些的搭配，我觉得这也是很适合的。再来呢，就是这双鞋，如果大家有看最近一些社群媒体，有发现这双的牛仔鞋很红。超级红的，然后呢，这个牌子我现在大家也知道，就是 Akai Studio 这个，然后呢，这双鞋也被在选品店找到了，然后帮大家配不同的袜子，然后感受到不对，就是因为好像很难买，好，然后。这一颗，这好可爱，对啊，好可爱，然后他都在踩球，对，看到这牌应该知道，就是日本的牌子，对，它是很小，但它就是要给那种顽童性格或者像我们这种怪异的造型师啊，然后买了会很快乐，然后觉得很有趣，我就是我的包就是跟你不一样，然后呢，我想这个内心里面雨洁应该也会有这种童心可以去买，然后这也是新到的，价格好像是。10000以内，好像是，对，不要小看这个包，那个很多人都是因为着迷这个牌子哦，知道这日本牌子而去买，这也是刚到货的，好像也没有特别标。然后最后像这里，它的底好酷，对，铆钉我刚才讲的哦，看到这个包就Alexander Wang 的这个设计师，他当时是以金字塔为概念，所以呢他特别做了这样的一款包，我个人认为其实很像那个日本的那个便当包，有没有？或者是包袱包这样合适的，对，它的空间其实也就像大家讲的就很方便，对于那个懒人可以很直接直接取用，然后我对于这个袋子我觉得它的调度是它如果是加长的时候蛮很有个性，就是拉长一边拉长或者两边同时拉长，或者是直接到这里变成双腋下包，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购买铆钉藏在这里面。好，然后再来就最后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我以前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很讨厌的就是猪肝红或者勃艮第红，没想到现在这个颜色配东方人反而不土了，可能是材质的关系，可能是样式的关系，还有可能是它的线条，然后这是我们的快时尚现在所出的这样的一个包款，其实像它的这个侧面，因为这是我刚拿到的这个电货，所以像它所做的这些侧面的 logo 啊，跟这些五金的质感的细节，我都认为是还蛮强的。好，然后再来这双也是，没想到这种乐福鞋它竟然可以做成像这种拖鞋式的，对，拖鞋式的，很多人可能乐福鞋会穿不惯，会觉得可能会痛啊，有些会可能会痛，或者脚型，或者是太粗犷、太中性，你可以选择像这种拖鞋式的。好，这以上就是我今天所带来给大家所介绍，就是贵哥贵姐，希望你们买东西它快乐，你花的也很快乐的这些最新的精品。好喂，今天的开心产品，所有的详细资料请追踪女人我的 IG 就知道了。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谢谢老师，谢谢导播，谢谢大家，谢谢导播。